家族乐物啊，受其威也。啊，他恩威并施啊，害得这个学生才比较受教。啊，其实用任何的方法，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孩子好，为了孩子能真正有德行，真正学到东西。啊，这是父母老师自始至终思考问题一个最根本的角度，怎么做才能为这个孩子好，有这一份心才能因材施教。下面提到第四件事，为补地补失缺。这个地啊，是指天子祭天，是大祭，一般在夏天的时候祭，叫地。而且呢，这要祭祀还要先卜卦，决定了哪一天祭，而且是祭祀完之后啊，才去巡视国学，看学生学的怎么样。所以一年呢，不会想到就去看学生读书，不会频繁，反而打扰到学生学习了。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大祭之后啊，再去巡视这个国家办的大学的情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尤其是学习不能常常被干扰，而这个游就是悠游宽暇，学得比较悠游自在，比较宽松，不会动不动就有人来巡视啊，有人来看，都会干扰到他学习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学里面的教育啊，它很强调一种悟性的提升。啊，那悟性呢，不是像那个知识一直灌进去，一直灌进去就是学得好，而是能够不被打扰的，心能静得下来，好好的学习。所以悠游罕游嘛，这个游字就有这个味道。但是这悠游罕游呢，不是学得很散漫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很主动，但是是呈现一个很放松的状况，去领纳圣人的教诲。一个人学得很紧张、很紧绷啊，很难体悟圣贤的学问哦。下面提到事关而富裕，叫这些大学的生大学生啊，时时观察他们的情况，但是不要急着要给他们讲很多话，好像要叮咛这个啊，指导那个啊，不用太急着要跟他们提醒一大堆。教小学跟教大学不一样，小学它规矩还没建立起来，所以要叮咛很多生活的细节。那他已经是这么大的年龄了，这就不要很啰嗦，反而让他在学习这些经典当中慢慢去体会，叫存其心念。这个存就是让他吸收的过程慢慢的去深思去感受，然后自己啊有所得啊，很欢喜的啊，老师我学这一段呢，我有什么体会，那是他自己啊悟出来的。哎，讲的时候再
借由他的感悟啊，去启发他。哎，你这个悟得很好，很难得啊，鼓励他，肯定他。接着说啊，你这个体悟啊，哎，像在哪一些事情当中呢，也是同样的道理啊。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可能那个时候啊，在跟他引导，哎，他已经有悟性了，他可以引导到呢，他对整个事理的深度、广度啊，再继续增加。不然悟性还没出来，你继续给他灌很多东西啊，有时候会把他的悟门给堵死了。大家注意去观察这个时代，小学生有悟性还是大学生有悟性？早说应该悟性越来越高，可是那个一直填一大堆知识都不让他去感受的，他的悟性会塞住。你不相信我，大家可以去做实验。你到一个小学去讲24孝，底下的小孩会哭。你去大学讲讲看，你要找到一个哭的都不容易。他能哭，他的心是感悟了，跟那个圣贤人的存心是相互呼应的。是他流眼泪，但为什么年龄越大又哭出来了？麻木了，他的感悟能力没有被开发，统统是记一大堆知识就把悟门给塞住了。小学生比较有感情还是大学生比较有感情？这应该是越学越可爱才对，是吧？哦，在这一些地方啊，我们都要去看。一个学生呢，他有一个能力很重要，就是悟性要不断提升，他才有智慧的。那个东西就不是死了，不是死读书了。他有智慧，他可以活学活用，在他的生活处事当中。好，下一个呢，又讲到幼者听而弗问。这个幼啊，是指后面才进班的，他可能才进来几天呢，比较短的时间。那他刚进来，可能对整个班级的状况啊，还不是很熟悉啊，对课程也还不是很了解。这个时候啊，让他先别讲话，别发问一大堆啊，先了解一下，熟悉一下，然后让学长学的比较久的人多发挥，多提问啊，这个也是一种伦理。啊，你说资历最浅，话最多，感觉怪不怪？或者客人到你们家，你儿子话最多，你的话比他少多了，奇不奇怪？哇，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奇怪了。以前大人讲话，小孩不可以乱插嘴的，那是规矩，还问呢，再讲。现在也不管大人讲话的时机怎么样了，他想讲什么，啪就出来了。这个都无形当中让孩子不懂礼貌了，所以幼者听而弗问。对一个求学的人来讲，他也比较谦退，不要一到一个地方啊就非常张扬，张扬啊就跟谦卑不相应，这对他的学习非常。谦则受教有地，取善无穷，牵挂六爻皆吉。就在这些教学的规矩当中，把谦卑啊无形当中提醒
学生啊，学不练的这个练，就是不愉悦啊，还是有他的长幼伦常，所以这七点呢，这是教育的大的规矩啊，大的条理啊，也可以是伦理啊，教育里面这七点。所以这七点就无形当中呢，它形成一个境界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种教化啊，他一进去啊，即时啊，一进去啊，就学小雅一善啊，他那个思想就能够被启发啊，到学校去几乎非常慎重于学问。请教书是要有家族非常的肃穆庄重来面对求学问，所以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为了让学子能够得形成好的心态，能够在他求学当中不被干扰，得到利益。我们看下面讲到的纪曰，这纪就是指古书的记载。凡学，凡是求学啊，观先事，事先知，其次则为乎？这一句里面提到这个先知，就是学子在接受教育的时候。一开始 就让他比方他要学习为官之道，那就先学小雅一善，他能为国父母的情操出来了，而事先知，读书人先立志。好，所以他学习就非常有目标，非常有方向。像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，那我们立志了没有？你们没有反应啊？为往生积聚学啊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啊。君子要知道这一生的使命在哪里，他在学习传统文化，首先他就立志，他对家庭有什么责任，他对社会国家有什么使命，他目标非常明确。所以这一些教学的设施，教学的这些方法，都是为了让学者一开始就非常正确的目标心态，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，就其次则为乎吧。来，下一段强调呢，教育啊应该重视它整个内容啊，还有课程安排的程序，而且呢，教育也要跟生活啊结合在一起。我们来看经文：大学之教也，施教必有正业，推习必有居学。大学的教育。这个师资呢，是古代教育，它配合春夏秋冬来教。春秋教礼乐，夏冬，冬夏教诗书，这是它的课程安排。
这具有常啊，也无变。所以呢，它课程呢，都是一季一季啊，来施教施教。那比方说，他春天啊，他学礼，那几个月呢，他就专注在礼，因为教之道为专，他这一段时间统统定，定可以开会了，他一定有悟处了。但我们现在教育呢，都没有，可能没有抓到这个鬼砖呢、啊，是不是根据春夏秋冬变课？不是，一天的课哦，就有三四课了。第一节语文，第二节数学，现在一节课多久啊？小学是35分钟，是不是？30分钟啊！哇，这30分钟还在状况外啊，已经换下一课了。哦，所以他一天呢、啊，频道要换好几次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脑子会呈现什么状况？30分钟数学，30分钟英文。30分钟，华语30分钟，马来语，哇、哦！这孩子的脑子都被教坏了，他必须非常紧张的把这些东西都记起来。请问入不入心？哦，记到什么时候？撑到考试，考完啦，全忘了。那不是用心去悟的东西，记不长久的。应记的东西呀、啊，他忘得也很快。我们读了十几年的书啊，我们是同病，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。告诉大家，我们这十几年读下来呀、啊，你们有没有哪一次是读哪一科，然后哪一段、哪一句，让你的人生终身有启发？有没有？哪一句？十几年没有一句哦。哦，你刚好学了以后，3天以后，突然灯开悟了，哇，这句话太受用了。所以这个贵乙传呢非常重要，它不断的在含有，不断的在领会，突然它就涌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啊。要深思的，我们学了十几年哦，脑子像浆糊一样，什么也记不太起来了。希不希望下一代继续下去？不希望，怎么办？哇，这个时代啊，爱莫能助啊，很无奈啊，无奈啊，也要扛起这个责任。为什么丧失民族自信心的教育？这么好的教育方法，我们不用了，统统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你看，现在教成一塌糊涂。所以人是确实在这个时代不理智。英国、美国青少年问题严不严重？很严重啊，都不是这么教出来的。结果我们还跟着他教，我要冷静了。但是现在呀，科学时代，他说你觉得这样好，来，你拿证据来，
有没有用这样教的？怎么办？那就拿谁怕谁，乌龟怕铁锤是吧？哇、哦，所以这个时代要弘扬正法，弘扬对的道理啊，真不容易哦。你得把结果做出来。所以我们市长要联合国，把5000年中华文化的智慧告诉大家，可以解决家庭、解决世界的问题。哦、他们讲哇，你讲的真好，可是是理想，做不到。所以市长因为听到了这个反应啊，觉得是这个时代是信心危机啊，再不做出效果、做出榜样，人没信心的。所以在2005年底啊，在唐市成立儒家文化教育中心。那我们今天学《礼记》学记啊，要恢复老祖宗教之道归一传的这么好的方法，也得做实验哦。老师在哪里？谁来教？你们怎么没反应啊？啊，这个时候你们会常常想起孟子的话：“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啊？”告诉大家，这个再不恢复正确的教育啊，现在连小学生都在跳楼啊！我是3年前就看到新闻，上海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有2个人自杀，压力太大。以前读书是乐啊，这违反常规啊，现在读的苦啊。这是3年前了，现在我就不知道了。再不改善了，以后连幼儿园，你看现在很多很严重的事情，越这个年龄越来越超前了，所以不宪政啊，破不了邪啊。我们有责任正把正确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原理在哪里做？要在马来西亚做啊，是不是？马来西亚的孩子读经读10年的大有人在，那是很好的基础啊。有这么好的基础，好人要做到底呀、啊，送佛要送到西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那是你们的责任哦。在这样的基础，赶紧把教之道归一传的学校办起来，这些孩子就能延续他的学习了。好，同胞们，一起来啊！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。多发这个3年，多勇猛精进自己的道德学问，这个愿很快就成熟了。什么时候成熟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，其实哪有天机啊？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心愿的力量。叫虚空飞大，心王。金刚飞剑，愿力最大。
所以人心愿的力量无可限量。而一个学校的硬体好建，最重要的是软体的施主，更多的人发愿来承担这个使命，自然愿就长成熟了。你别担心了，你真正发心好好学，老祖宗会去找你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些课程的安排啊，根据时事啊，春夏秋冬来来啊，必有正业。这个正业就是正课，我们刚刚也已经讲到。春秋叫礼乐，冬夏叫诗书，而且这些编排啊都有道理，跟这些春夏秋冬的天气啊相呼应。退席必有居学，这个退席就是离开学校下课了，居学呢就是。居家的学习啊，上课以外的用功啊，研究啊，不是下了课就把学问就抛在脑后了，不是这个样子。而这个课程安排当中啊，还非常注重基础的扎根啊，把基础先稳固啊，所以不学超慢。不能安学，这里提到的是学音乐，这个超慢就是那安弦弦子是琴瑟之类的乐器啊，琴瑟之类，那他得要先学杂弄啊，他的指法才会纯熟。指法纯熟的弹乐曲才能弹得顺畅，这个叫基本功。学书法那有字八法就是基本功啊，学唱歌啊，什么是基本功？我叫没猜错什么对啊，你那个都要唱得非常稳非常准哦。这个基本功不学好啊，急于求进求成啊，到最后啊就学不上，就好像那个树根没扎稳啊，它长不大了。所以人呢、啊、在学习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急中不老实扎基础，这个都是从基础做起。他学超慢就学杂弄，他指法纯熟就能够安镇这些情绪。而这里指的是音乐啊，我们了解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啊，音乐特别能陶冶人的心情。下一个呢，不学博弈不能安世。这博弈是广博的譬喻，因为诗经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譬喻、这还有很多的常识、鸟兽草木这些名字、人懂得用故事用譬喻啊，就能跟人啊更好的沟通啊，还用譬喻啊，人家更好理解这个道理啊。而且诗啊诗教呢它都是伦常的教化，所以会让一个人敦厚，心情温和的温柔敦厚啊，是诗教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。而且诗言志，很多诗啊，他把一
一个人的志向情感抒发出来了。所以一个年轻人学诗啊，真的抒发出来了。你看那个学诗的时候呢，他的情感志向也很重，很自然被引发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子学广博的譬喻啊，他就能够很好的学好《诗经》，然后还能够活用。不学杂服，不能安宁。这个杂服啊，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呢，是指很多的礼服，因为在礼教当中啊，它有祭祀天，祭祀了很多神奇的，或者是家族的人聚会的香酒礼、婚礼、祭礼、孔子、至圣先师的礼、这些礼都不同，穿的服装也不同，他能够了解这些规矩，他就能把礼教学好。另外这个杂服呢，也是服啊，是指服侍他人，就变成一个人他在家怎么服侍他的父母长辈，在学校怎么侍奉他的老师，这些都要学习，就生活的杂招应对进退。这是第二个说法，还都是从这些很生活上的这些规矩开始学习。不行其业，不能要学。这个心呢，是指喜爱。这个意呀、不行其意呀、这个意呢，可以指刚刚的学。超慢学博弈学杂志，而且学这个东西都很重视，它也不会很单调，这是喜爱学这一些东西，那他就会很乐在其中要学。而且我们老祖宗很强调寓教这一些生活上的礼仪啊，一些规矩啊，都把教育呢含摄在里面，包含庆典，好像很热闹啊，但是所有庆典过程当中的这些仪式，都含有教化人类，都是表感恩，天地之悦，对万。这个中华民族啊，是最不忘恩，丰收了，几乎无声，有水喝了，几何声，时时啊，都把感恩的心啊提起来，那在祭祀的时候很恭敬啊。参与祭祀的老师就说了，在那个仪式过程当中啊，都是想着月神的恩德啊，一个杂念都没有。所以大家假如要修清净心啊，在祭祀当中，来我来祭祀一下啊，自己去感受感受啊，这些仪式啊，对人的教化是非常深刻的。我自己
在入墙的时候，每一年的除夕啊，都祭万钱祖先。我每一次祭啊，都感觉得到祖先来了。就像孔子在《周游》里面讲的：“如在其上，足在其左右啊，乘着灵啊。”只是我还没有功夫知道说右边是大顺，左边是尧帝啊，这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些慈爱的老子都来了啊。所以在参与这一些教育的活动的时候，欢喜很有收获。那这个意思在延伸呢，这个意志呢，在儒家讲六义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他在学习这些艺术的时候，他是寓教于乐。我们看射箭，它是一门艺能啊。但是大家看到射箭要怎么才射得好？全神贯注啊，哇，人这个在射箭当中把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养成，他有读书做事都有很好的态度啊，是吧？一个孩子专不专注啊，就影响到他以后事业的成败，人心都定不下来，他以后一定没成就。大家有没有射过箭？没有，难怪我们的专注力都没养成。这些这么好的艺术啊，没有成传。包含书法，那写书法你一分心都没发现。你写书法，它的金架结构啊，你都要很敏锐啊，都要让它编排得很整齐啊。那这个敏感度、心态形成，做事就有章法，不会乱啊。都是锻炼自己的信心，提升自己的信心。音乐，大家弹过古筝没有？你弹古筝还要怎么融入那个音乐，心怎么都静下来？大家有没有驾过马车？一个人会驾马车不容易的，你驾一匹就已经快不行了，他要十匹一起驾，而且你要把它驾驭得很温驯哦，跑得很有默契哦。完了，你没有很高的修养啊，做不到啊！哪一次不听话，你就火冒三丈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那就翻车了。所以这个都对信心呢，都是很好的锻炼跟磨练。好，那学这六艺啊，其实都蛮有乐趣的。所以从学这个六艺当中呢，来提升信心啊，叫由于义啊，义于人。请问大家，驾车是不是培养为人着想？是吧？那现在没马可以驾了，有车可以开啊。同样的道理啊，你能不能在驾车的时候完全为车上的人着想？不要你一开车呢，所有的人在那里踩刹车，通通很紧张，那就不仁慈了。或者你开车呢，踩刹车的时候啊，很没技术，一下子一踩都很大力，然后坐在你上面的人就是这样，刚吃完饭的就吐了。哎，真的嘞，我们曾经遇过朋友呢，开车啊，说实在的，一个人踩刹车啊，踩得很频繁，每一次踩都很急啊，不会缓一点啊，当
世人啊也很紧张，就踩刹车会踩得让人家晃来晃去的，他自己本身也是不容易放松。所以真的哦，看一个人开车可以看他修养到哪里，柔不柔软，这可以看出一些端详。所以他踩的时候，他可以顾及车上人的感受，他就不会踩得很急促，就比较缓和。好，而且、啊、人开车的时候呢，要看远一点，不要只看眼前那个红绿灯，稍微看一下前两个、三个，心里有个准备啊，在应对的时候比较从容。所以这些艺人呢，也是同时在调自己的心啊。故君子之于学也。君子在求学的时候啊，这一段其实就强调学习要跟生活完全结合在一起的。他怎么学呢？常言修言，习言有言。这个言呢、啊，是指于是，就其实就是指学习了。就是他呢，是把这些学习学问呢，时时怀抱在心中，叫常言。这个就像颜回的态度，叫德一善则全权复印而复失之。得到一个好的教诲啊，时时放在心上，绝不忘记了。修言，把这些学问放在心上，一跟人相处了，马上修啊，就是修行，就是落实做出来。而且这个修文就是永不不懈怠，离开老师的也是这个态度，叫发愤忘食，很积极的在修行。习言就是休息的时候啊，也想着这些教诲。我们那时候读书啊，盼啊盼啊，每次就是盼赶快放假，有没有？一放假，哇，先玩他个一个礼拜，玩个痛快，有没有？一个礼拜以后啊，这学问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这个连休息啊，都不忘这些好的教诲。中庸开始就讲，道也者不可虚礼。我们学圣人的教诲啊，教诲啊，孝心可以忘吗？爱心可以忘吗？恭敬心可以忘吗？这些心境教诲是时刻不忘，而且时刻提起来。孟子讲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跟一般人差别在哪？他存心不同。君子是时时以人存心，以礼存心。看大家的眼神好像不大熟。以人存心，以礼存心，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，
忍者，人恒爱智，敬忍者，人恒敬智。学问呢，就时时要爱敬之心。啊，休息的时候也不忘这些教诲。油烟，这个油啊，我们常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啊，哎，他在这些旅游啊，到各地走走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在印证所学的东西。复然，他的一个学习态度啊，是常言、修言、习言、有言，他念念呢都去领会、体会这些教诲，他一定会有很多悟处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所以复是指发语词，没有意思。一般要讲话的时候呢，一开始用这个复。然呢是指假如他如此来求学的话，这个然就是如此的意思。他能如此的来求学，用这样好的态度来学习的话，所以啊，他能够故就是所以啊，安其学而亲其事，他很欢喜的安于学习这些学问，而且很喜欢去请教老师，可能把一些感悟告诉老师，把一些不明白请教老师。要其有而信其道，非常喜欢他这些同参道友，而且对所学的这些道理啊，深信不疑。而一个人对所学的道理呢，深信不疑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力行之后呢，自己很多的印证感悟，他的信心就越深了，信其道。哎，大家相不相信？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还不相信呢，就是爱的太少，敬的太少。你真正去这么做了，哎，确实都是。老子说啊，己以为人，己欲有；己以与人，己欲多。你有，越为人着想啊，你越来越有。你通通给别人呢，你自己越来越多。大家相不相信？我这一点就反应就比较少了。哎，我给他了，那我不就没了？哦，那你对老子这句话你就感觉不深刻了吗？啊，真的哦，你完全不为自己了，就体会得更深了。我的师长就是一个好榜样，他完全没有为自己想，全部施予给遥远的大众，他自己拥有的福报更大。达到什么情况？不需要钱的时候呢，没钱。为什么？钱放在口袋里啊，一来有重量，挺累的；二来带太多了，心情比较紧张。哦，所以财富啊，最自在的状况就是不需要钱，没有。需要的时候呢，要多少来多少。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，大家不要试探了。
你死了你才能兴起到我，就是你完全没有自己，没有自私自利，一切都是为大公无私，就能够体会到老子这段话。说实在的，真正的发心愿为往生积绝学的人，他很快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了。他还没做多少啊，走到哪人家都照顾啊，他不是越为人自己越多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发这个无私的心啊，就能体会到这些道理了。所以是一样，虽离世俗而不反也。所以呢，他虽然没有在他老师的身边呢，但是他绝对啊不会违反经典，还有老师的教诲。所以《月命云》上述这一篇《月命》说到：“尽训勿失命，绝修。”读英文为什么有味道？因为它每一个字啊，都是很重要的态度。我们看敬，敬重学业，训，虚心受教，很谦虚，务，这个就是学习的决心，务必要这样下功夫。是要把握时间啊，要及时啊。命，这个命就是精进，干劲提升，鼓励自己，不可以懈怠，自己鞭策自己啊，命啊，精进不行。我说每一个字啊，都是重要的心态。觉修乃来，这个觉字在这里是所修乃来，其修乃来，就是我们这样去下功夫了，就能真正把学业学好，所修之业乃得完成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其实这位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段。这一段呢，是指当时候有一些不理想的教学状况，让这个教学的效果不彰。什么情况呢？今之教者，现在呢有一些教学的状况，教学者的情况。身其站立，这个字啊，念站，它是这个竹字头的假借字，原来的字是这个站，站是这样写啊，好，它是假借字，它是站的假借字，原来是这个字。站立啊，其实就是指竖肩。我们老祖宗造字啊，他依照六个原理造字：向斜、
自信。会议行政叫六术啊，六种啊造字的方法。刚刚举的这个是加减过来的字啊，它的原字是竹字头这个在啊，所以他们是算相同的。这句话指呢，这个、教学者嘛，就是。只是读着这个书本，这个声呢是指吟诵啊，就读书。多起睡眼，这个字念睡，没有卷舌啊，睡。我们刚刚有强调啊，因为这个大学里面的孩子他已经16岁了哦，不像小孩子你要给他讲一大堆规矩道理啊，你要让他好好的去涵养这些学问啊，而不是像填鸭式给他讲一大堆，反而把他的部门给堵住了啊。所以这个多起睡眼呢，就是老师话太多，很啰嗦，讲一大堆，告诉他一大堆话，没有等待呀、啊，这个学习者自己、啊、去涵养、去领纳。刚刚我们讲说，思观而弗语，存其心也。多观察他，不要急着把很多道理给他灌进去。慢慢他自己有悟处了、哎、跟老师一探讨，再把他的这个悟处啊更加的深度广度把它打开来、哦、好。接着呢讲到了基于所经、哦、这个字念所、啊、有卷舌的，这个所字呢就是跟这个基呀、啊、一样，这个基于所经的基呀、啊，就是积极，都是很急呀、啊，就很急于让他。硕进赶快进步很多。其实啊，孔子讲欲速则不达，我们要了解啊，教育跟生产产品一不一样。你看那个制造业啊，东西你都把它放好，这个咔产品就是咔产品就出来，请问大家人能不能这么制造？不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误解了人的学习状态。我们现在连人都当产品，数学给他灌什么，英文给他灌什么，灌好了他就要出来一个成绩好的孩子，有没有？好，请问现在出来是什么产品？急于速进，就一下就要达，让他达到那个所谓的标准。英文是什么标准？数学什么标准？哦，这样子教啊，第一个跟不上那个标准的人会怎么样？
没有发展潜力啊，啊，然后被编到后段班去啊，就被否定掉了。人呢，行行出状元呢，有没有说考英文100分出状元啊？哪有说所有的人都要会考英文？你哪一个行业要去干的时候说来，把你英文成绩拿出来。所以我们本身那个教育的思考就不是很妥当的，教育出来的应该是行行出状元，结果现在教育出来是要考高分的，那考不到呢，不行，留下来一张考卷，一考再考，学生应记这些东西啊，考出来那个成绩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吃不下，硬给你塞进去会怎么样？吃不出来嘛，这很正常的嘛。所以我们都只看眼前，反正你这一次给我考的，考到几分就对了。就硬逼出来，硬逼出来，欲速不达。那你看哦，真正数学、英文都考高分的人，他优秀了吗？他心性啊，我们没关注到，一直压他，他得失心越来越重，他对分数特别看重。哇！考试少考2分啊，哭半天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无形当中啊，那个心理素质啊，就差，还有输不起。其实说实在的，那个成绩比较差的哦，还比较不容易自杀。那个成绩都是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反而自杀率比较高。所以大家想谁比较危险？哈，人有时候都看不清楚，反而是那一些看起来很好，事实上内心已经生病的比较危险了。这个都是没有按照自然的方式因材施教，急于求成的，就会产生很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时代的人，几个人心理健康啊，成绩不好的就觉得自卑啊，不然就要你管，成绩好的就傲慢、骄傲、嫉妒，就找不到几个身心健康的。所以这个都值得我们深思。那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很多人呢？他学习成绩啊，到某一个年龄啊就上不去了。比方他初中成绩很好，高中不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硬压硬吸啊，到都饱和了，机器有点故障了，升不上去了，那是极限了。但是很奇怪，有另外一个现象，初中高中不读书爱玩了、哦、但是啊心理还算健康、哦、被老师打屁股还笑一笑、哦、他就是不开窍不读书，可是啊出社会工作几年想读了，一读啊哇读的成绩不错，那后来还拿个博士学位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开窍的时间不同，怎么可以把它当产品这样咔咔的？哎，真的，我感觉啊、哦、现在很多那个人的思维啊都是把人当
机器。哎呀，工作五天了，不行了，机器要休息了，所以要放假休息一下。哎，人假如是用服务的心、爱心去工作，他就乐在工作嘞。哪是那个逻辑呀？啊，人六十岁就没用了，要退休了。你真的把人当机器一样啊？用旧了不行了。所以现在太多的思维啊，都是真的不把人当人看了、啊。人是活的，智慧跟经验应该越来越提升啊，越活越值钱啊，不是？越活越价值啊。所以一个思维的错误啊，对整个社会人性啊都造成负面的影响。所以现在老人呢、啊、好像他出生路上就特别紧张了、啊、感觉好像年轻人觉得他没用了、啊、这些都无形当中教育的错误。假如我们都是教育老者有智慧啊，老者为家庭社会奉献最多啊、那年轻人看到老人，哎呦，赶紧给他挖宝啊！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到那个庙口啊，都是听那个老爷爷供过啊，我讲很多历史故事，我们听呆了。他有学识啊，引人入胜啊。那年轻人都把他的这些学问、技能，把他学下来，传承下来。老人呢、啊，只要有年轻人肯跟他学这些经验智慧的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好，所以假如这么着急，应灌输很多的知识，都没有顾及到学生有没有吸收，不顾其安。他已经学得很痛苦了，那个心都不安定了。这个安呢，也可以用跟前面的相呼应了，就是太急于求进度，急于求成，他的学习就不能安全，不能安定，不能安适，因为学这些东西都要扎基本功啊，你很急啦、啊，基本功都扎不好。所以现在很多学习，比方说学古琴、古筝、学书法、学这些学问呢，怕的是什么？功利。一讲功利啊，就陶冶不了信心。有一些学教书法的，学三个月，保证那里比赛得名。要不要？哎呀，得名了，多疯狂！真正学三个月得名了，他学到什么？他学到一个渴望，有没有学到心灵的提升？涵养心情？没有，渴干什么？好看啊！看多久？而且第一个，学习者不会启发从内心的喜悦，反而觉得呢很难过、很难受，烦死了。为什么？硬是要他赶快能学成什么结果吗？这不自然，叫揠苗助长。我们曾经看一个报道，一个学钢琴的女孩得了第一名。哇，那个记者，因为那是比较大型的比赛，那记者就问他：哇，你得了第一名，你现在最想要的是做什么事情？他可能想说拿第一名，他妈妈一定给他钱啊什么吧。结果小朋友，你最想做什么事？那个小女孩板着一张脸：我最想把我那个琴给砸了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爸爸妈妈拿了一个奖状，
最后孩子是想把钱给砸了。请问这场讲座有什么意义？有没有意义？有，面子好看，是不是？嘿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女儿的第一名，好看多久？人现在真的是自顾眼前啊，顾不到自己的心也顾不到孩子学生的心啊。他幸不幸福啊，是他的心决定的啦，不是他外面有多少学历、多少外在的条件决定的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要冷静思考。我们教育这个孩子，不就是让他走上幸福人生？他的心都病了，他怎么幸福啊？所以不顾其安啊，他越学越痛苦了，越学越不扎实了，越学越浮躁了。世人不由其成，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老师的态度啊不够真诚，可能呢有好恶的心，看这个学生比较顺眼啊，对着他都笑笑嘻嘻的，看另外一个学生有点不高兴了，就板着一张脸，这就不真诚了。那学生就会感觉差别待遇了，这很难，心里很难受。教人不尽其才，没有了解到学生的才性，没法因才施教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其实都在强调一个教学者的修养，跟他教学的态度，还有他的方法得不得当。另外有一个说法呢，识人不由其成，是强调在阐述一个道理啊，没有办法通透的让学生能悟到其他的道理，就他的引导能起到举一啊反三的效果，让学生能旁通。教人不尽其才，这个强调做事的方法。应该是让他会做这件事的，再把做这件事的道理能旁通到用到其他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教的人啊，不能有这样的这个学问功夫啊，就达不到这个效果。学一样才会一样，做一件事才会一件事，这个教的就比较失败。但是假如是这样，有时候看起来他是学一样好像会一样，可是他反而是不会变通，就变固执了。好，所以其识之也备，这个识啊就是指他施教给予孩子的教育违背了自然的轨迹，违背了正确的心态，违背了教学的这些顺序，你要由浅而深，由易而难，你不能一下子急于疏浅，让他消化不了。其实之也备，其求之也服，对学生的要求啊不合理，这个也是跟提手旁的扶字相同，它也是这个提手旁扶字的假借词。忽然假如教学者这么教啊，这个然就是假如如此教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故
因为这么叫啊，所以因其学而及其事。这个因就是痛苦，把学习啊当隐患，他很担忧，哎呀，怎么又要学了？因其学而及其事，这个及是怨恨他的老师。苦其难而不知其意，苦于学习的困难，而他这个难里面呢，还包含就是他都搞不清楚，没有办法明白，都堵塞住了，他就觉得很难突破，很难学习，而不知道学问的益处，不知其意，虽中其也。这个中啊，是指读完了课业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虽然毕业了，也是完成的功课啊，完成的学业，其去之必数，所学的这个东西啊，很快就忘了，就丢掉了，甚至于是呢，连看都不想看了。大家看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有没有心有戚戚焉？我每次有注意到那个大学联考最后一科考完，那个钟声一响，考生一出来，把书包唰解放了，就从那个山头石头就丢下来了。这个叫其去之必数啊。因其学而及其事啊，苦其难而不知其意啊。所以教之不行，教育啊不能够有很好的成就，这个行啊是指啊跟魔行的行是相同的啊，成行啊就是跟没有不能成行。产生好的效果，其次是有苦，可能就是因为、这些情况，所以教育不能达到好的效果、所以教育之所以不能达到好的效果、重要的因素，第一个、教学者有没有以身作则，而我们自己没做到要求学生的，那也不服啊。教学者心态正不正常，方法得不得当，教育者呢有没有无尽的爱心，能教一下学生不受教了，他就生气了，就不教了，就放弃了，那这个心态所以一个教学者怎么评判他好不好呢？他修养修身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。所以老子讲，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欺人，常善救物，故无欺。大家写一下，常善救物，故无欺。
们所有读书人呢，都是以惜身惜钱为志向。我们要学习圣贤人，他是对一切人有爱心，不放弃的。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有放弃的，就违背了我们教育的心态了。而在一个学校里面，对于成绩好的不好的，应该要一视同仁去爱。这个心是对的，是有修养的，学生也才学到德行。假如老师对成绩好的好，忽略成绩不好，心态错了，所有的学生都学错了。成绩好的傲慢，成绩不好的自卑，或者怨恨，不认同老师啊，烦老师啊。一个人会烦父母、烦老师的，以后他就会烦社会哦。所以老师的修养直接影响学生正确的心态。好，我们接着呢。这一段呢，是教学的四种成功的方法，跟六种啊失败的方法。这对一个教学者来讲呢很重要，他要明白。这我们也顺便对照一下，我们自己所有的方法是不是跟正确的是相应的？大学的教育方法，禁欲未发。之位，这个禁呢，就是防止；发呢，就是指他的一些不好的欲望，在他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，就懂得先把它导正，长他的善，他就不会产生这些。这个叫预，预就是预防法，就像医学一样，还没等生病就先预防，他就不会生病了。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动。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那德就是要去贪心啊，斗就是要去傲慢，去跟人争斗的心啊，跟人比高下的心啊。戒之在色，他就要正气啊，不被邪气所牵啊。那我们从小孩子的心态就要呢不贪生，然后呢不贪心，不患得患失，不跟人争，跟人斗。那从小呢就懂得让，懂得知足常乐，懂得众生，懂得天道祸引最顺，那个不洁身自爱淫乱的人呢，他的祸患很快就到了。这个都是让他明白道理啊，不敢做，这个都属于禁欲未发之谓欲。尤其我们刚刚讲的慎于思，这就很重要。在《弟子规》里面很强调禁欲未发，可以说啊，从心地上讲呢，没有一句不是禁欲未发。比方父母父应我们禁什么？禁不恭敬啊。
你这个不长他的恭敬呢，他不恭敬就来了。爸爸妈妈叫他在那里吐吐拉拉，这个就发了。至关处有定位，算不算不算定位啊？算了，他还没有养成这个东丢西丢的坏习惯以前，就当他养成好习惯。掌声就是就是就是敬语规范，尤其啊《弟子规》里面斗闹场全无敬，非圣书贬勿视，那个用绝用勿的就是很严重的，你一犯的就麻烦了。这个都属于敬语规范，所以当其可则为师，这个属于啊机会教育点。比方一个人小的时候啊，他的精神特别集中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要让他多背着一些圣贤的经典，你这个时机错失掉了，等到他20岁了，成年了，他的思想比较不集中，这个时候要再背啊，就不容易背了。像我们30-40岁再来背都不容易啊，辛苦啊。不过这个时候就不要想辛苦，这个时候还是要想一句精诚所至。哦，但是你已经有了先生了，他也是50岁才背，背得不亦乐乎。现在年轻，但是你先生讲话呢，他已经老子说上升多岁，他背得很高兴啊，对这些道理记得很清楚，所以障碍呀、还是在自己的心里。这个是谈到的什么时机点，他学的效果特别好。另外一个呢是机会点出现的时候。比方说呢，孩子刚好不会，那你可以协助他；刚好犯错，你可以教导他；刚好患得患失，心情不好，这个都是一个机会点。所以会教育的人呢，对他来讲没有一件是坏事，他可以透过这件事教育自己，教育别人。烦恼跟觉悟啊，是一念之间，能够引导到他，他觉悟了，那这一件所谓的坏事就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定力，甚至也会成为他去定定别人很重要的一个经验。这当其可则为师，不临界而师之则为训。这个临呢，就是不逾越，不超进度，能循序渐进。这个节呢，就是节度分寸，而且说实在的是每一个学生可能都有差异，他的这个吸收能力啊、理解力啊都不同。刚刚前面那一段就是没有顾及他的吸收状况，急于速进而不顾及来，所以这个训呢，就是渐进法，循序渐进，适当考虑到他的年龄资质，然后教材啊难易适中，不要一下子教太难的。相关而善则为谋，他互相观摩，互相效法学习，这个叫摩，叫观摩法，叫互相切磋。这个摩字有切磋的意思。此事者
教之所有信也。这四个教学方法是教育之所以能成功的道理了。那这是方法，方法一定要跟什么相应啊？心静哦，心行一致哦，不然方法很好，但是行为到位啊，人家还是很难接受。所以静于未发是完全为他着想的行为，不是变警察哦，哎呀被我抓到了啊，哦，还是那种强压哦，反而会反效果。当其可知为死，那是都是爱护他的心，在那个状况出现的时候，很柔软的去协助我们，然后引导他。假如很浮躁哦，虽然学生犯错了是个机会点，你桌子一拍，你又来了，那这个机会点就没有了。不灵结而失智啊，是一个教育者要放下急于求成的急躁的态度，才能不灵结而失智哦。相关的而善，老师自己要有时时跟一切人事物学习的心境，才能带动孩子向上而上。所以 这些都跟一个教学者的心境修养有没有到位，才能把这个方法用得更好，更纯熟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节课呢，先跟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